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晚上准时来参加我们 Go Markets 的线上的投资小课堂的这个活动啊。我这边看到大家现在进来的速度人数非常快，那这个有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如果能看到能听到的话，麻烦在留言区回复一个一。OK，然后屏幕这边也都一切正常，对吧？好的，然后我看到大家都说这边一切正常，然后我看到我们这边进来的人数也已经比较多了。那8点钟，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改版之后嘛，我们网课的时间呢会尽量维持在半个小时，预留10分钟左右时间给大家问答，所以呢我会尽快的开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8点钟就准时开始。那在开始之前啊，相信很多咱们的朋友都有听说啊，我们现在新年嘛，牛年新的一个气象。我们也会在今年啊，把我们的网课呢进一步改版。那在每周的周二的时间呢，我们所有的网课线上的投资小课堂会针对所有的客户开放，不管您是我们这边的现有客户，还是说感兴趣在我们这边开户，还是说只是先来听一下、了解一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都可以参加我们每周二的这个活动。那周三呢，是我们每间隔一周呢，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活动。那相信大家在去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 lockdown 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个环节的活动也已经不陌生了。那重点呢，是我们会对我们周四的手把手教您投资的这样子的小课堂呢，会进行一个改版。所有客户呢，必须要是现有的客户才能够参加我们周四的这样子的线下小课堂的活动。那具体的链接呢，我们也是仅针对于我们 Go Markets 的现有客户开放。所以说呢，我们会在明天、后天统一会给大家发送啊这样子的链接。那如果到时候没有收到的朋友啊，也可以欢迎呢跟您的客户经理或者说是小助手联系，来索要这个直播活动。索要这个线下小课堂的一个链接，好吧？那这个我们的节目改版的这个活动呢，大概跟大家这边说一下。那今天呢，开始之前啊，还是老生常谈，做一个风险提示。所有我今天讲的内容呢，仅仅是一般性信息，不涉及到个人的具体的金融产品投资的建议。那包括我的观点呢，也只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 Go Markets 这个公司机构的观点。那我们所有的分析啊和评论呢，是没有考虑到您个人的财政目标和财务需求，或者说风险的这个承受能力的。所以具体的投资的情况呢，您需要考虑到您自己结合到这些需求来考虑，然后做进一步的投资。那我们 Go Markets 呢，是1998年就已经成立在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能够提供的产品呢是澳洲的股票、美国的股票。那像第一季度的话，我们也会很快上线香港的股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外汇、黄金、石油指数，包括最近很火的比特币等等这些数字货币，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交易。那关于资金安全的方面呢，很多客户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对于有一些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的客户来说，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所有的资金呢，客户资金啊，都是必须存放在 ASIC，也就是澳洲证监会指定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并且呢是严格执行客户资金分离制度的。也就是说啊，哪怕有一天 Go Markets 对吧倒闭了，但是呢客户的资金是我们没有办法动用的，因为这个呢是跟公司的运营资本完全分离开来的，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的。并且呢，这个托管账户啊，还是受澳洲证监会监管。那每天呢，也是需要跟银行进行审核和结算的。所以这部分的资金安全呢，大家可以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一个内容啊，是关于石油。
那相信如果大家呢对于石油有关注的时候，也都知道，从去年三月份啊，这个大流行疫情开始呢，石油是一直猛烈的下跌，尤其是在去年三月底的时候啊，原油期货一度达到了负数。但是那之后呢，原油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进入2021年开年之后呢，原油是屡创新高啊，几乎达到了去年就是疫情开始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但是呢，我最近啊也是收到不少我们的客户，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来问我说，哎，说 Coco 这个石油啊，不管是石油的期货，就是美国的WTI 的石油也好，还是说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也好，或者说是原油的现货这一类产品也好，都是在屡创新高。但是呢，为什么我手里握的石油股票啊，好像都没什么动静，还不如某一些其他的板块，对吧？比如说，像是澳洲的一些矿业，大家也都知道，同样是作为资源板块，澳洲的矿业呢，不管是铁矿石也好，还是我们 Go Markets 之前也给大家讲到的稀土矿的这些公司也好，都涨得非常好，但石油公司好像一直都没怎么动。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包括今天呢，在第三个环节啊，我们也会再讲一下关于石油股是不是还能够入场的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会预留10分钟左右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问答环节。那我们公司的地址呢是在600号的 Bourke Street。那相信可能在下个月啊，我们也马上要搬家，搬到Collins Street。那也非常欢迎呢，大家啊，如果在之后的话感兴趣的，也可以来我们线下跟我们面对面进行一个交流。那今天呢，应该是我个人吧，第一次在农历新年之后跟大家见面。那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跟大家讲的前面开始的内容啊，来讲一讲原油屡创新高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今天呢，高盛啊也是提高了对于 WTI 原油今年的原油目标价格。那它从原来的58块钱，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是我今天下午截取的数据。目前呢，WTI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西德克萨斯原油目前的报价呢是在61.8块左右。那今天呢，高盛呢也是把它的原油目标价位，也就是西德克萨斯原油的目标价位呢，从58提高到了我今天看的应该是66块钱美金吧，每桶。那可以说呢，这个提高的幅度呢也是非常大的。那按照高盛目前的目标价格呢，从目前的61到66呢，还是有5美金的一个距离，也就是接近有10%的一个涨幅的空间。那即使啊，我们在 CFD 的交易上，如果使用2倍的杠杆的话，也可以实现接近10%的一个这样子的收益。那如果你是放3倍的话，当然这个收益也会更高。所以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嘛，也会对这个石油呢开始比较关注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根据目前的这一张的这个图形上来看啊。去年的年初，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的年初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价格呢也是在64美金左右。那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看到一度呢，因为这个是 CFD 的这个 WTI 原油，这边的图形呢上面只能显示到一个零。当时呢，这个石油期货价格，也就是5月份的石油期货的价格呢是跌到了负值，但是在这个图形上面是显示到零。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石油价格呢也是一路攀升，在经过6月份到11月份左右的，差不多在40到44美金的一段时间的盘整之后啊，那一踏入到12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11、12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是那个原油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从当时差不多40美金左右，一路涨到了现在的61美金，涨幅呢达到了接近的50%，可以说也是非常强劲的啊。那说这个西德克萨斯原油，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呢也是几乎回到了去年年初的价格，甚至呢是比去年疫情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时2月份左右的时候是疫情没有完全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那甚至呢也是创下了去年2月份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个新高点了。去年的时候呢，
那个布伦特原油呢，当时的报价是差不多在70美金，我们可以看到在68、70美金左右。那现在呢，也是回到了65美金。那同样的，它的走势呢，跟西德克萨斯原油呢是类似，在6月份到11月份左右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平行盘整。那一踏入到11月份啊，就开始奋力往上涨。涨幅呢也是非常不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在36左右，现在呢是65的一个价格，虽然没有达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但是我们看从36到65的话，也是涨了将近30美金，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涨幅。但是同比之下，这个石油股票的价格呢，这个涨幅呢却差强人意。那这边呢，我们以这个股票来为例子啊，这个是美国的这个一个公司叫做美孚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去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价格呢，当时股价呢是在70美金左右的，但是呢，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换一个笔。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到了3月份左右的时间啊，因为这个疫情在全球爆发呢，全球范围内的旅行啊、航空啊全部暂停之后啊，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呢，股价是一度下探到了30美金附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跌幅呢也是非常猛的。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呢开始缓慢回升，到了6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是重新回到了50美金以上。但是呢，在6月份之后，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啊，尤其到了10月份、11月份左右的时间呢，美国的疫情因为北半球冬季了嘛，又再次爆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EXO 这个公司呢，一度这个股价又重新回落到了当时的30美金附近。但是呢，一到了11月份之后呢，股价又重新开始反弹，那目前呢是在54.3块。虽然呢，较当时的30美金的一个最低点啊，涨幅呢也算不错，但是呢，跟刚刚说的这个石油期货来进行相比，就 CFD 的这个石油期货相比啊，因为是已经创了去年年初的一个新高，也就是几乎到了去年2020年1月份左右的价格。那不管是布伦特原油，还是前面刚刚跟大家说的西德克萨斯原油，都是回到了去年年初疫情之前的价格。但是反观呢，我们看到这个石油的股票来说啊，却只达到了去年的差不多价格一半。我们可以看到，去年2020年年初1月份左右的时候，当时价格是在70、72左右，但现在呢是只有54，那还没有到达那也就是说距离当时的一个价格接近还差了有50%左右的价格，因为差不多还有十几20美金的一个空间嘛。所以说差不多还差了能有一半左右。那为什么会有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因为这个公司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其中的一个石油公司的其中一支。那同样的，不管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这个英国的这个 BP 的公司，还是这个 Shell，因为这两个壳牌的这个石油公司，大家相信在路边也是经常看到这样的公司，就已经不陌生了嘛。还是来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两只公司的一个股价，基本上呢是跟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美孚公司它的走势是一致的，是远远没有达到去年疫情之前的一个这样子的石油的一个高位。那我们来说，这个之前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石油股，因为刚刚跟大家说了嘛，石油的期货和石油的股票，一个呢是属于大宗商品，另外一个呢是相当于是业务范围跟石油相关的上市公司。那这些石油上市公司，或者说这些石油股票啊，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呢？那我这边呢，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分类。那石油公司啊，一般或者我们说的石油股票，我们简单称石油股票嘛。石油股票它主要的业务啊，就是负责石油的勘探和开采。那其中呢，这个石油呢，又分为了这个我们普通说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类别。那除开这个之外呢，有一部分公司啊，它还负责了下游，也就是说石油行业的下游产品的制造，比如说
像是成品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石油拿出来，你不可能说是立马可以运送到加油站供汽车来进行加油，或者说来消耗的，它需要经过一定的提炼。那这个呢，就是石油相关产品的制造。那同样的也涉及到运输和销售，像是这个壳公司啊和 BP 的话，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就比较明显，它相当于是也有这块运输和销售这一块的一个业务。但是呢，像美孚的话就比较明显，它在运输和销售这一块的业务呢相对比较弱，它主要是负责勘探和开采的。那这个呢，也就造成了石油公司和石油期货或者说石油现货，它在价格上啊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呢，石油公司啊，它不像是这个普通的石油的期货或者现货，它最直接的涨跌啊，就能体现在这个石油价格上面，因为它是相当于是 BP，包括这个壳公司、Shell 这些公司，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以石油产品为相关的一个业务，不管你是进行开采还是勘探，它都具有一定的成本，尤其在去年的时候疫情啊期间，因为很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的矿的公司、勘探的公司、开采的公司，都是面临了不同程度的，因为疫情爆发而不得不暂时关停像是我们的勘探点或者说开采点的这样子的原因，导致了全年比如说产量下跌的一个原因。那这些呢，其实对于石油公司来说都算是不小的成本。那同样的，对于如果啊这个石油公司来说，它的业务侧重点在于制造、运输和销售的话，其实石油的上涨呢，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对他们来说啊，其实就是成本的提高。那像是主要业务，如果是以勘探或者开采为主的话，那像是疫情的一个影响，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嘛，那有可能会对于勘探点或者说开采点会有一个短暂的关停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甚至于后来呢，到石油的我们说的这个销售来说，那对于石油勘探和勘探或者开采业务的公司来说，石油价格降低的话，当然对于他们成本来说是降低的。但是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在于呢，只有在石油价格能够长期维持在一定高度的时候，这样子对于石油公司来说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你想啊，如果今天，对吧，石油价格是60块钱。但是呢，可能到下个月啊，又跌回到了40多块钱。那对于这部分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来说啊，其实对于负责石油勘探或者开采的公司来说呢，它是几乎没有太大利益可图的。所以呢，什么时候石油股票会开始上涨，那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石油会长期的稳定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呢，这个公司呢，一开始我们刚刚也已经看过了它的这个走势图啊，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价格呢是在72美金左右，但是现在呢，依然是还是在54美金啊，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在半山腰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公司呢？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写过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评，那我们这边呢就不再多做介绍。那如果下来之后啊，对这几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有一个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问小助手或者问我来要一下去年的时候写的这几家公司的一个股评报告啊。那我这边呢就截取几句话来给大家呢大概了解一下这些公司呢是干什么的。因为像这些公司的话，SOM 这个公司的话，在我们 Go Markets 也是可以进行交易的。那这家公司呢，美孚公司呢是成立于1870年，目前总部呢是在德克萨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所以呢，刚刚也是拿了这个公司啊来进行跟石油期货的价格来进行对比，因为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嘛，所以说对于石油行业的公司来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那这个公司呢，生产的产品呢也是非常的全面，除开有生产设施，它目前呢也是有销售产品，并且啊在全球的6大洲呢都是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业务的。那这个呢是埃克森美孚石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家呢，目前可以在 Go Markets 来进行
交易的另外一家公司呢，叫做OXY 西方石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公司啊，这个距离去年的高点，那相对于来说，可能就差别有更多了啊。那去年2020年的时候，当时呢，它的股价呢是在50美金左右，然后呢，在疫情期间啊，一度股价是跌到了，我记得当时我写股评的时候，差不多才10美金出头吧，对，10美金出头，大家可以看到，在3月的时候啊，它最低是跌到了10美金以下，那到后来呢，缓慢爬升，结果呢，到了11月份啊，股价又一次下探，回到了可能这次跌得更多吧，可能差不多8美金左右，对吧？那十一月份之后啊，这个石油的这个股价呢，也是开始一路爬升。那这个西方石油呢，相对于刚刚的这个 XOM 嘛，那这股票呢，就相对来说股票要便宜一些了。它公司呢，目前主要分为4个业务部门，一个是石油、另外一个是天然气，那像是化学产品啊、煤炭和农业企业呢，这个公司也有一部分的业务。所以听起来，这个公司应该是比前面的这个埃克森美孚的这个业务范围呢更广，不单单啊只局限于石油或者天然气，它呢也有一些像是煤炭啊和农业啊这个企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石油价格大幅反弹的情况下，这个公司呢反而它的反弹力度呢肯定是远远没有埃克森美孚像是这样子的公司反弹力度大的。那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它其实业务呢也是分散到了煤炭和农业企业。那相信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跟咱们做投资一样嘛。对于一个公司，如果鸡蛋不是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呢，那就面临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子的情况。如果石油价格大幅的上升，那对于这个OXY 这个西方石油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股价没有办法极快的体现出来啊。那同样的，如果下跌的情况啊，相对于来说，这个公司呢，因为有其他的煤炭和农业这个部门来做支撑，那所以相对应来说呢，它的股价回调啊的这个幅度呢，可能远没有单单业务只有石油或者天然气这些业务的公司要回调力度来得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美国当地啊，是这个业务范围是还有什么塑料啊、农业化学产品、肥料、牛肉，甚至牛肉加工等等都有。但是呢，在国外是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的。那另外一家第三家啊，要跟大家今天说到的这个公司呢，是这个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可能很多人啊，大家对于它的第一印象啊，都是只知道它是这个国内雪佛龙嘛，都是卖汽车的嘛。那其实呢，它是也是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石油行业的一个公司。那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价呢是在120美金以上，甚至到122、123美金。但是呢，因为疫情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3月底的时候，最低呢是下跌到了53美金左右吧。然后呢，虽然缓慢爬升，但是呢，在11月份同样是经历了一轮重创。那现在呢，股价呢是回升到了98美金左右，但是呢，距离呀、这个2020年初的一个120美金的一个价格，仍然还有差不多20%的距离。那基本上情况呢，也是在开课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情况一致。基本上石油公司啊，很少有能回到去年年初的一个价格。那雪佛龙这个公司呢，是目前是总部也是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世界最大的全球能源公司之一。那并且呢，它在全球的业务范围也是非常广啊，在全球180个公司都有业务。那它的业务呢，这个区分也是非常的显著啊，主要分为上游业务和下游业务。那刚刚呢也跟大家大概分析了一下，主要对于原油公司来说，它主要的上游业务有像是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那包括液化天然气的加工，然后包括运输，通过石油国际石油出口管道运送原油。那这个呢是上游业务。那像是下游业务呢，那有跟大家提过，将原油呢提炼为石油产品，然后成品油进行销售等等，然后包括石化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分布。那雪佛龙公司呢，我们一听啊，应该是知道它是一个
整体石油天然气业务贯穿上下游的一个公司，那显而易见的呢，它相对的股价也是远比前面几家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几家公司要来得高了，现在是已经98块钱了。像刚刚跟大家说的西方石油呢，现在才刚刚刚刚说了多少钱来着？我给说忘了。对，20多美金。所以呢，这个公司的股价呢是不能相比的。但是呢，雪佛龙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内的一个高位吧。因为2020年下跌的嘛，去年52周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了。去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是到达过100块钱以上了，但是迅速回落。那现在的价格呢是98美金，那几乎呢也是回到了去年52周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那这个公司的一个大概的业务情况呢，是这个雪佛龙公司。那第四家呢，目前在我们 Go Markets 可以进行交易的呢，是这个康菲石油这个公司啊。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公司了解的不是特别深。那说实话呢，我在当时做这篇股评之前啊，对于这个公司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那这个公司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最高股价是接近67吧，对。67美金，后来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一路下跌，目前呢是反弹回到了50美金，可以说这个应该是距离去年2020年初的时候相对的股价的高位是比较近的一个公司了，这个是康菲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11月份刚刚说到的是好多家公司啊，在11月份当时的股价回调当中，好多公司甚至是已经跌破了去年3月份的最低点，但是呢，这家康菲公司啊，在11月份的股价回调当中呢，相对来说，应该说是股价还是比较稳的吧，没有跌破去年3月份的一个新低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呢，也是创下了应该算是过去52周的以来的一个新高的一个价格吧，站上了50美金以上，现在报价是50块8毛8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位置。那这个公司呢，也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德州，主要从事的呢也是有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包括生产加工和营销和石油化工、塑料产品的生产销售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它呢也是美国啊原来的这个第一大炼油厂。那目前呢，它的原油处理能力呢是在200万桶，也是世界上第四大非政府控制炼油厂。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听过这个简介，也大概知道康菲石油公司的它这个公司呢，其实最大的业务亮点呢，在于它的原油的提炼能力。也就是说啊，它这个公司主要的一个销售这个营业利润率呢，是来自于它提炼出来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石油相关类的加工产品，而不是原油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呢它公司啊在最近的一个表现当中，相对来其他的公司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股价回升的一个表现了。那说到刚刚贯穿整个主题，我们也刚刚也讲过嘛，石油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屡创新高，但是呢，给大家分析到的这个美国啊四大石油公司的价格呢，却离去年的新高整整还是有非常一大截的一个距离啊。那我们这边就可以了解一下，过去呢这十几年吧，对，过去这十几年石油历史上。石油股票和期货的，石油股票和石油期货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差别。那我这边先截取一个这个吧，这个呢，这个是刚刚呢给大家看过的这个 WTI，也就是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从07年到现在将近14年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图。这个呢是一个月线图，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放大给大家看啊。这个呢是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月线图，那每一根线啊都代表了一当月的一个价格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美国的西德克萨斯原油在07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价格是在62块钱左右，也就是说，
乎呢与今天的价格是持平的。目前的石油价格啊，是在2007年，也就是14年之前的石油价格。但是呢，到了2008年，也就是美国金融危机、金融风暴之前啊，这个石油期货的价格呢，一路从当时的62块钱猛拉，那当时呢，当时最高是涨到了140多美金，我们就姑且计算为140美金左右吧。也就是说，这个涨的幅度啊，是超过了100%的。那随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油的春天啊，没有很长的时间之后呢，涨了一年多一点点之后啊，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一路狂跌，从140多美金呢，跌到了当时的最低价格，差不多是在四十美金不到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随后在2009年呢，这个油价迅速反弹，在2011年的时候，算是回到了这几年吧，当时几年的石油价格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并且呢，从2011年啊到2014年，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到2014年整体的一个价格区间呢，也是属于横盘调整、窄幅这个震荡、窄幅收窄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一直在110多美金到80美金这样子横盘调整了3、4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2014年年中的时候啊，这个石油的价格呢，从将近110美金一路下挫，到了2016年的最低位，当时是在30多美金左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时间点啊，是尤其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 WTI 原油不是已经回到了62.5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呢？那同比之下，这个是石油期货的一个价格嘛？那同比之下，同样以这个石油为标的的一个产品，但是呢，价格走势图呢，却跟石油的期货不太一样的，埃克森美孚啊，这样子的一个原油公司，我们可以同样做一下这个时间轴，它每一次价格在低位和高位的时间价格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我这边呢也把这个图放大。那这一张呢？是这个埃克森美孚呢，这个公司啊，同样在从2007年到现在为止，以月线图为基准，这样子14年以来的一个走势。那记不记得刚刚啊，跟大家提到，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的原油期货的价格呢，是一路飙升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啊，得益于当时金融风暴之前的一个这样子的金融市场的一个走势呢。埃克森美孚原油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呢，它也是经历了股价从当时的我看70美金左右吧，一路攀升到了96美金。但是呢，这个涨幅啊，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个涨幅呢是远远不如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石油期货的。这边先这样子来放做一个对比吧。可能好看一些，这个涨幅呢是远远啊不如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原油期货的，因为原油期货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嘛，这个的价格的话是从当时的是从当时2007年的时候价格差不多70美金一路涨到了140美金，翻了一个番。但是呢，相对于来说，埃克森美孚呢，它的涨幅是远远没有这么高的，只有从70多美金涨到了90多美金，可能涨幅不超过50%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原油的产品来说啊，如果大家要投资一个产品，不管是原油也好，还是说黄金也好，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投资到它的产品里面。那相对于来说啊，跟这个原油相关的石油公司，它的股价呢就没有反应的那么强烈。那通过这个对比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之后，2009年呢，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当时石油期货呢价格呢是一路下跌，之后在2009年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啊，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也就是说，原油期货当时的最低点呢，是出现在了2009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埃克森美孚呢，它当时的最低点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根据这一张月线图啊，埃克森美孚呢，它当时原油价格的最低点呢，是出现在了2010年，也就是说啊，在石油价格明显09年出现反弹之后，埃克森美孚呢，还是经历了整整接近1年时间的股价的一个下跌这样子的情况，一直到10年中的时候呢，埃克森美孚的股价呢，才出现了V 型反弹。几乎回到了，也不能说是完全当时08年之前的高点吧，但是回到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高点。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图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相对于来说，这个石油相关类的公司的股票呢，在经历了尽管这个石油原油期货这样子价是产品价格的上涨，但是呢，并没有非常直接的体现在了股价上面。那同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11年的时候，这个原油期货呢，当时出现了一个小波段的一个高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在2011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你对比一下这个埃克森美孚的一个股价情况，虽然它在2011年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高点之后呢，迅速回落。但是啊，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石油期货石油这个股票，它真正的高点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11年的一个价格小幅回调之后啊，这个原油的这个公司埃克森美孚的这个公司呢，股价开始一路狂飙，它真正的高点啊，是出现在了14年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14年中的时候，当时的股价呢是突破了100块钱，到了104左右。但是呢，我们同样对比以这个原油期货来说啊，这个14年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其实并不算是原油期货的一个最高点，甚至于啊，在14年的时候是远远没有达到08年之前，也就是说美国金融风暴之前的一个新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距离当时08年的时候，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呢，埃克森美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油公司呢，在14年的时候价格创新高之后啊，是远高于美国金融危机08年之前的一个价格，因为08年当时的最高是差不多是在95、96左右嘛，但是在14年当时的最高位是出现在了100甚至104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原油价格和这个原油相关类的公司的一个股价，通过过去10几年的对比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原油公司跟石油公司啊，并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beta，就是说市场的相关性系数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呈现于一的一个表现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同时出现同涨同跌的一个情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公司的价格才会上涨，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啊，在石油价格呢，在长期的稳定在一个高度的时候，石油公司的价格呢，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石油公司呢，当时在11年到14年的时候，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嘛，11年到14年的时候呢，价格呢是出现在高位横盘调整，也就是说当时的高位是差不多在80到100美金之间，横盘调整了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埃克森美啊，它这个名字太绕口了。这个埃克森美孚石油的这个公司啊，才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嘛，关于原油期货的一个价格，原油期货的一个价格呢，当时呢也是目前来说啊，是62.5块左右，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的一个前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埃克森美孚呢是远远没有回到之前疫情70多美金的一个这个价格，那也是跟大家刚刚提到了，只有在原油的一个价格呢长期维持在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的时候呢，这个相对应来说啊，石油的股票相关类的公司呢才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态势。
那现在已经8:40了吧？我这边的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解析啊，就讲到这边。那如果对于呢，去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去年4月份写的相关类的股评嘛？那有一些数据呢，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了。但是呢，想对于美国这4只原油公司股票想做一个了解，比如说中文的一个了解，不想要去网上看这个英文的话，那也可以呢来问我们要一个中文版的一个股评。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呢就到这边，然后呢我们公司啊很开心的在今年啊也是应该是去年了，2020年呢又获得了澳洲排名服务第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称号。那在这边呢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公司的服务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像是每天早上的一个交易短信，然后呢，每个月的一个投资报告，中文版的，然后每周呢也有不间断的一个网课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开户的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这边左边的小助手的一个二维码来进行了解如何加入我们。那最后呢，给大家留10分钟左右的一个问答环节啊。看看大家呢，在最近的一个交易市场里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啊，直接这个把大家最近在这个交易的时候啊的各个问题呢，来提个问，然后我这边呢会尽量给大家做一个解答。OK，我看到大家啊说有咱们这边在问啊，说今天的大盘怎么看，对吧？那我相信呢，在昨天吧，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澳洲整体大盘呢有一个集体的下挫，尤其是昨天啊下午呢。因为我昨天开盘的时候，我看这个中国的股市呢，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表现还不错。但是昨天下午呢，这个有一个尾盘的跳水。那澳洲的股票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在昨天啊，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前包括上周开始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那今天呢，收盘吧。可能勉强维持在6800，现在盘后重新回到了6800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的价格呢，勉强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几天均线呢？在40天均线左右价格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呢，从去年 ASX 200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2月份的时候啊，最高是接近7200，之后呢，一路下跌到了4400左右。那最近呢，一直也算是比较强的一个调整阶段吧，应该说是调整加缓慢上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一个市场啊，包括投资者的担忧呢，对于澳洲市场来说，比较担心的应该是3月份的。这个 JobKeeper 结束之后啊，很多的零售板块或者说零售业务啊，该何去何从？那如果大家呢相信，如果是有从事一些零售业务或者说是跟服务业相关的这样子行业的话，我相信应该大家也都能明显感觉出来啊，在今年1月份差不多圣诞假期休完假之后，一步入2月份以来吧。好像很多生意清淡了很多，我最近好多这个客户朋友做从事各个行业的也都来跟我反映，感觉清淡了很多，觉得这个就跟这个3月份的这个马上要取消这个 JobKeeper 的政策相关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在目前的一个大环境下，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大环境下，就是澳洲的股市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还是往继续向上的一个方向是没有错。但是呢，不排除的可能呢，就是它会迎来一些小幅的回调。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去年11月份以来，每一次的一个小幅的回调，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去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呢，在12月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是连续的几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红色的阴线，我们可以看到11月份左右，然后在这边是在12月份左右。
这个呢也是在12月中旬、12月底，这个呢是在1月初。然后这一波呢大幅的回调啊，1月份的时候是大幅回调呢，是一路回踩到了60天均线的附近，随后呢2天大阳线的一个拉升呢，直接把股价又拉升回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经历了上周这几天股价的回调呢，这2天的股价很有可能也会把这个目前的这个股价呢重新拉升回去。那我们只要确定了这个大方向不变啊，我个人觉得每一次的一个小幅的回调呢，几乎啊都可以是当做是一个能够重新入场，或者说你如果因为之前对吧错过了一些股票重新上涨的一个机会，那这些的每一次回调呢，都可以是当做一个重新入场的一个机会。然后我看一下啊，大家还有问到，对 CSL 我可能也要讲一下。因为很多咱们的朋友啊，目前可能在我们 Go Markets 的客户的朋友们，目前呢也都有持有 CSL。CSL 我好像好久没有在公开的课程里面讲过，但是之前有跟我聊过天的客户也都知道啊，我对 CSL 的一个态度呢是一直是长期看好，但是短期呢，由于受到我们也知道目前的一个大放水的环境下嘛，很多的小盘股啊也是水涨船高。那同样的情况下，对于很多的资金的利益追逐者来说，那很多的资金呢会跑去到这个相对应来说的这个小盘股。那像 CSL 这种大盘股的这个公司来说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吃香。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啊，在公司呢发出公告之后啊，业绩报告之后呢，股价是有一个比较非常大的一个抬升的，当天是一路突破到了290美金。结果呢，在前2天的一个交易日啊，一路砰砰两声回落，就打回到了股价，还是打回到了解放前，对吧？那我昨天我也有一个客户就非常不理解嘛，说这个 CSL 的这个公司啊，为什么财报这么好的情况下，对吧？结果股价还跌了。那其实呢，CSL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公司，大家与其对于它了解，知道它是一个疫苗公司，不如了解它是一个血液血浆的公司。那我之前呢，也是通过各个渠道，就是咱们这边的股评啊，包括网课啊，也都讲过。其实 CSL 它疫苗的这一块业务呢，并不能够支撑它的盈利情况。它真正赚钱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它的血液和血浆的这一块业务。那像在它上个星期发布的这个公开的财报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免疫蛋白球的这个产品的销售量是非常的好的。这个也是我之前一直强调 CSL 它上涨的一个原因。那包括之后它上涨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免疫球蛋白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因为我之前嘛，我也有跟一个在 CSL 上班的一个朋友去聊过天儿。当时呢，正好是恰逢昆士兰州的这个疫苗呢，被毙了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呢，也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啊，一路狂跌。对，11月份当时的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到了320块钱，之后呢，一路狂跌，跌到了上个月最低的接近260多块钱。那其实市场呢，对于它的这个反应啊，也是解读为，就是说可能是昆州这一部分的这个疫苗啊。没有办法再生产了，可能对 CSL 的打击比较大。但是呢，其实对于 CSL 他们内部人员来说，从刚开始接到昆州的这个疫苗的这个 case 来说，他们本身就没有花太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去生产，因为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嘛，这个可能早晚是会被废的。我们在这里就说一个比较直白的一话，可能迟早都是会被废的。那再加上呢，疫苗本来就不是 CSL 它的一个生产的盈利点。所以呢，其实对他当时的这个业务影响来说啊，是比较有限的。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到了260多块钱，它的股价呢又重新开始缓慢的爬升，直到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的一个行情。但是呢，我们如果回顾啊过去将近这1年以来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CSL 它整体的表现是有点差强人意的，因为在其他股票屡创新高的情况下，CSL 呢目前几乎还是在去年差不多年3、4月份、4、5月份年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CSL 几乎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几次跳涨，是当时的8月份左右的时间，那包括也是在11月份左右的时间。我们如果回去看一下呢，几乎 CSL 每一次的跳涨呢，都跟它发布公告和发布利好有关。但是呢，在发布公告和发布利好之后啊，它的股价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也就是说，资金的追逐利益的这个资金呢，会在发布公告之后啊，迅速回撤。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8月份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价格的回落。那同样的，在这一轮的行情当中呢，2天啪啪两下就回到了解放前。所以呢，对于 CSL 短期的一个情况来说啊，还是适合吃一些波段，尤其是在这个出了财报利好的情况下，大家最好呢见好就收。当然，如果你是持有长线的话，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自己也有一部分资金是持长线的，有一部分资金是持短线的，这个做波段的。如果您持长线的话，我就不说了。如果是持短线，那就只是说赚一笔就跑的客户来说呢，那我们之后的策略呢也可以调整成为啊，每一次有一个比如相对于的利好，那我们就保护利益直接出场，好吧？那我看一下啊，看到大家还有讲这个苹果的话，对，苹果这两天呢，我们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已经8:50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大家呢还有这个其他的想了解的话，明天呢也可以跟大家的客户经理啊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行情啊。苹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2周吧，股价回落的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根据我的判断啊，因为我们这边不构成个人的一个投资建议嘛，根据我的判断的话，我们可以回顾这过去的1年左右的时间吧，苹果每一次股价的一个回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呢，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就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回调。回调的一个时间呢，是在去年，这个应该也不算是回调吧，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间呢，是苹果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是拆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呢，是出现在了9月底，然后在11月初，然后呢，在11月底这样子几波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行情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根据技术图形上来说啊，因为你也知道。做股票嘛，肯定得要涉及到这个技术面和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信息。那如果从单单的技术面的一个行情来看啊，这个苹果呢，9月份也好，包括11月份也好，11月底也好，几次的价格的回落回调呢，都基本上出现在了这个60天均线往下一点点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蓝色的最后一根线是60天的均线嘛。几次回调都是在60天均线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11月份的时候也是出现在了60天均线以上，11月20多号的时候回调也是出现在了60天均线左右的一个位置。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回调也是几乎回到了60天这边的一个距离。那为什么这一波跌得这么快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苹果的股价，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次开盘都是低开，对吧？中间出现了很多的跳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9月份的这波行情来，在9月份初的时候，当时股价呢就差不多在130到126、27左右的价格呢，是有一个跳空价格的。那很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我们如果把时间轴啊拉到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上涨行情当中呢，也是有几次跳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几次跳空之后呢？我们就证明啊，至少在126到130左右的价格区间呢，是缺乏支撑的。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小幅的下跌当中啊，从133到126，这个下跌的就非常的快。那重点的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在目前的价格来说，能否撑得住，也就是差不多在125左右的一个价格范围内能否撑得住，也就是说差不多根据之前的价格来说，以60天价格均线为参考吧，略低于60天价格均线，所以现在可能125的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价格了。
OK，那今天现在8:52，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线下小课堂的内容呢，就到这边为止。如果大家呢有没有及时回复到大家的问题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欢迎明天上班时间9点到下午的6点跟我们联系。我们公司的电话是865806002或者865806003。那感谢大家，我们下次活动再见，好吧？大家晚安。